보이다. 其实可以穿黑色的，就是直接黑色的，故意的，对，直接是欧美式，直接黑色。那这衬衫很好看，今天送洋装。你说他身上那件碎花洋装，好，我先把它放这边。嗨，今天我们直播有新朋友。想请大家他出来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嗨，大家是不是还在上班？对啊，谁那么好？感觉还在上班。我们等大家进来再开始介绍。什么东西？哦哦哦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加分享就会可以抽小礼物。所以大家赶快趁现在先分享。今天是送洋装哦，这样穿搭很美嘛，就很简单。对，就是很简单。大家有买这件衬衫吗？其实蛮简单的，我觉得这件衬衫蛮推荐的。好，好，你要开始介绍了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好，那要先介绍新朋友，还是先？因为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走了，我等一下去换衣服，要只走他一个人。那先你先进来好了。好，你跟大家打招呼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你的绰号叫什么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在直播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在直播，就是现在此时此刻。你是现在才看到他？对，没有，是认识。昨天有看到。哦，昨天对，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萝莉。萝莉吗？嗯，他以后会有机会的话会来我们的直播。嗯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分组，嗯，所以但因为 A 组的比较小只一点，需要一点高一点的。A 组是主线哦，你知道吗？不然 A 咖的地方，不然 A 组会太小只。对啊，以后可能会分就是直播分组这样。嗯，清新榜在碎花洋装，好，等一下就会介绍就这件嘛，对。就这件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先，我们一起好了。好，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衬衫，它的材质算是偏比较硬一点点。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其实是有挺度的，就是我怎样凹下去，它其实就是会挺出来。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我刚好都有带，给这边，先把这拿下来。它颜色啊，它有。我记得是有三色吧，因为我刚刚只看到这三色，是白色在肚皮那边，它有四色哦，它的颜色都还蛮秋冬的。那这个咖色很可爱，咖色也很好看，就是这个是卡其色，对，它就是卡其色。那我觉得都还蛮秋冬的。那卡其色它其实有点偏奶茶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带有奶色系，对，卡其，嗯。然后它还有墨绿色还蛮显白的，对对。然后还有这是什么颜色？它其实这个有点灰色，那我觉得它感觉有点中性的感觉，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中性或者是比较偏成熟稳重比较知性一点点的话，可以选这个灰色的。那白色应该就是大家最常穿的颜色吧，就最好搭。因为我刚其实原本想要搭这个背心在外面。你本来想要搭在外面，就是这样子搭，就是把这个全部扣起来，哦，然后搭这个背心。佩仪超级爱搭两件事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好像他什么都要搭背心，能搭多少就搭多少，什么都要搭背心，能穿多少就穿多少。因为这件背心，我觉得也想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因为它这边是其实除了颜色是还蛮好搭之外，那它的材质啊，它其实是棉麻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而且它的肩带是可以调整的，就是如果你是单穿啊，或是外搭在外面，我觉得你都可以
就是都可以这样子搭，因为它这个是可以调的这样。哎呦，衬衫的材质吗？心里是问衬衫材质比较挺吗？对，它其实算比较挺，它算是比较，就是有点，就是比较硬一点的啊。对，它是有点硬一点，比较硬一点点。那我刚刚一直想要就是往后拉，但是它其实因为它材质比较挺，它就会，它好像真的很长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点。是比较硬啊，比较硬，对，它不是软的那一种。然后刚刚 Ruby 说，如果里面可以故意内搭，就搭黑色的 bra T， 就搭黑色，就是会看起来比较美式的感觉。对，嗯，或是你们搭平口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它是有点微透的。它这边有口袋，对，它是白色比较透，但其他颜色好像不会，其他颜色应该就是比较深一点点，就不太会透。然后上礼拜有很多人问阿甘穿的那个咖色的，就是这一件。他是搭黑裤，哦，对，他是单穿加黑，对，单穿加黑裤，觉得卡其色，我觉得卡其色也很好看的，对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入秋第一波买的话，你就可以先买卡其色，没错，但我觉得绿色也蛮显白的，对，绿色蛮显白的，很百搭的感觉，我觉得很百搭，我觉得它也可以当罩衫那种，嗯，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要介绍牛仔裤了，好啊。好，这个牛仔裤应该是隐藏版吧？我们这礼拜有，我记得没错，有三款牛仔裤，然后这款是韩国的，所以这个是这礼拜的，这是这礼拜啦。哇，对，它就是因为它这边这件特别的地方是它这边有做这个小刺绣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，这好亮，我把它调暗一点，我眼睛好痛。看得到吗？这边有做小刺绣，然后这边也有。那它的裤脚这边是故意反折上去，在做刺绣的造型，像这样子，所以看起来就会这边就是会比较瘦一点。我觉得我们的牛仔裤几乎都是很瘦的，都蛮瘦的，就是都蛮显瘦的才会出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款我穿腰围其实都算是还蛮舒适的，就是刚刚好，我穿是刚刚好。而且他是做，就是他把那个前面把它做比较短，然后后面做比较长，我觉得很修饰，侧面的很修饰，对啊，蛮修饰的。那这件我觉得没有那个抓破的紧，就是稍微舒适一点点。哦，抓破的比较紧。抓破，这边是合，就是它是真的是辣妹款，就是完全就是。很合，因为我看你穿很合哎、欸，就是也不是说是不是说很合，就是很辣，很、就是、对，应该是说你没有穿过很配很少穿那种会很辣的，就是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完全你可以看出你的线条的感觉。好，然后我想说这个衬衫其实你也可以拉出来，然后半扎一点应该就这样，就这样也好。比较随性一点的感觉，那你可以这样子拍照。对，就是你看这边表口，然后扎进去一边，很贴身。是说裤子吗？还是裤子很贴身？裤子很贴身，可能是我腿比较肉吧。就是如果你平常是买 S 或是 M 号的话，你这个裤子可能就是要买 M 号。就如果你平常买 M 号的话，你就要买 M 号。就是正常版型的意思吗？因为应该是我们之前我们的短裤其实都会做比较宽一点或 A 字，有些对，对，所以它这个裤口它是算比较合一点，它腰围也是合身的，对，好，好，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是不会用你这个，你就是滑太大力了，你看，好，那我去换下一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换华丽，对，示范他。刚才有人问了洋装，然后另外一色在这里。刚刚大家都说你穿这件很好看哎、欸，就有一个仙女的气质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今天抽奖的话，我们今天分享直播就是送这件。你今天穿你是穿 S 号吗？对，应该是 S 吧。对，然后它其实任何身形都可以穿，因为它下面好像还蛮宽的。对啊，而且你穿这个腰超细的哎。对啊，很显瘦。对，像我是腰比较瘦，可是我下盘是比较宽的话、就可以选择这种长阳式的。它可以拉到这么宽。
遮住。而且我发现它有个细节，它有口袋。哦，它有口袋，超方便的。它是不是有个绑带啊？有，我绑在后面。哦，你绑在后面。对对对，但其实它也可以就是绑给你们看，就它也可以绑在前面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素一点。绑在前面好像也蛮可爱的，好像看我腰都蛮细的。对啊，腰超细的、欸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没骗人。真的哈，真的。所以其实有那个下摆比较宽的女生，因为女生其实通常都是腰瘦下摆宽，然后穿这个款式的话就可以比较修饰一点，就是很显腰。对，然后比较气质。而且她的腰线也做比较高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腿也会更长。就是他的腰，手臂这边是宽的，会不会不舒服？请问身高？身高，我号称自己164，号称164，164，那蛮高的啊。对，但是其实它我穿起来大概到这个地方吧，所以其实小腿肚左右，对，就大概到脚踝，脚踝，很可爱欸。可爱吗？它有另外一个颜色，对，对，它有另外一个颜色，深色，深色我觉得好像也不错。我觉得大家可以配凉鞋或者是小白鞋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。因为它照得到我的鞋。有照到，看得到，嗯。就是那种拖鞋式。对，拖鞋式的。深色好像就比较成熟一点点。嗯。因为太亮了。要看人，我觉得深色就是比较不同的感觉。浅色的话就是比较春天一点。对，比较春天一点。但是深色你大概到秋天的时候就。你穿深色好像也很好看。啊？你穿深色感觉也不错。我穿深色，对啊，用笔的感觉也很不错，也不错吧？对，而且你的配你的耳环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哦，对，我耳环那天有跟这个一样，对，就是搭到橘色的。耳环有卖吗？没有啦，失误啊。鞋子是搭配，对，鞋子是搭配，鞋子是搭配。155穿或会过长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穿到这边，15应该就差不多到。大概这边吧，脚踝吧，对，脚踝就变长洋，就是变长洋装。嗯，鞋子是15哦，鞋子是15，耳环是15。好，大家可以这样搭，我觉得他这样搭很好看。对，嗯，好。然后，他腰围是没有腰，他是没有松紧带的。然后绑带其实也可以绑在前面，可以绑在后面。Yes， 对，好。OK， 好。然后换我，牛仔外套，我觉得我们这礼拜真的是连续上了好多牛仔外套，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款吧？对啊，大家应该会。但是我觉得这三件都长不一样，这真的都长得超不一样。第一件雅雅的那个是小子女的那件嘛，就是它底下是刷破，然后上礼拜可鱼的是蓬袖，蓬袖，然后颜色比较浅，对。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深色的，这其实算是蛮大件的。你看我现在穿的是，就也是宽松的，宽松的，然后颜色比较深一点点，然后它也有一点点的小破，但是它颜色比较深，就是跟前几个礼拜比的话，好，然后可以这样子，好像也可以这样扣，要进来，直接走进来，直接入镜，来，知道外套，对，我知道外套。雅竹刚穿的这个衬衫就是我刚穿的白色衬衫。哦，是你刚刚穿那个白色衬衫，对，我没有发现。因为本来是搭牛仔外套。哦，对了，他跟原本搭白色牛仔外套，这样搭衬衫好像看起来比较轻，可以对，比较轻爽。但其实应该是穿无袖就可以了，但是因为无袖好像比较辣，比较露。雅竹身上穿的也是这周新品哦。嗯，对，就是全套装的。你的介绍完了？还没。那你先讲。好。那我继续介绍我的牛仔外套。就是它这周的牛仔外套是比较，其实我觉得算是帅气一点。对，比较帅气。比较帅气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穿起来比较重一点点，颜色比较重之外，它整个分量很重。重吗？真的假的？它应该是它比较厚吗？还是前两次的？对比前两次的外套分量比较厚。它穿的是上礼拜的，应该是比较厚吗？不知道反正扣子比较多，颗比较重。对，扣子可能比较多，颗比较重一点。然后上礼拜那你要
上礼拜的刚好萝莉她有穿，我们两个上礼拜的比对在一起，就是上礼拜的，我们把它穿好。上礼拜比较短，对，上礼拜比较短。而且上礼拜的袖子是那个泡泡袖，蓬蓬袖，然后这礼拜是就是一般的宽袖，好像而且比较短哎、欸，短很多。我这个比较短，短版的，然后这礼拜是就是比较真的、就是、比较宽松一点，可能就是要穿不好的感觉。嗯，然后口袋的话应该也没什么，就是这是大口袋，这边有做刺绣，然后这礼拜就是这种。就是多了一点个性的感觉，嗯，好，那我继续介绍洋装，我把它脱下来好了。这礼拜这件算是隐藏版的细肩带洋装，这件很像你平常每天穿的那件，超像的。但我穿这件其实是 MQ 的，对，然后我们也有出类似的，然后我觉得这我们自己的颜色还蛮多色的。然后绿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它是淡绿色。我觉得你穿这种洋装都很瘦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瘦，因为可能有做腰身吧，它这边有做绑带，就是很适合。绑带是可以拆掉，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绑，但我通常都会绑，看起来比较瘦一点。嗯，好，然后我觉得很漂亮的地方是它这边的肩带是细的，蝴蝶结，对，它这蝴蝶结应该是可以拆的。就是可以自己去调整你要的高度，有些人可能如果里面要内搭 T 恤的话，它可以绑低一点。你看又来又要搭 T 恤，或者是你要单穿你就绑高一点，就是它这边是可以调整的。而且我觉得它侧面的开叉就是有点做弧形的，然后前短后长，我觉得很修饰小腿。下开叉，请问洋装这件可以盖住小腿吗？是怎么的一个盖住？侧边有开叉、欸，就是侧边开叉会露出来，但如果正常摆，就是你正常站好的话，它是可以站好，是对盖住，对刚好后面盖得住，小腿肚，对后面盖得住。而且我想说，就是它这个细肩带，我觉得就是它这做的很细，很少，真的很少做这种，就是细的，就是我觉得很衬托女生的，就是很有气，很有骨感，就感觉很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因为它这条很细，对然后绿色很漂亮。是淡淡的绿色，连身裤等一下会介绍，颜色很漂亮。好，我再转一圈给大家看，就换下一个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换你。我先好。该我了。嗯，没错，超仙女。就是我就是想我穿了一个套装，然后也是奶茶色系的，对，是小杨最近很爱的奶茶色。因为这个款也是我的，它就是其实是分开两件，但是是一个套装，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搭那个上衣，因为像这个裤子啊，好像也可以，就是蛮百搭的，因为它也有我身上这个颜色背心，可以搭一个，对，搭黄色有点奇怪，可是如果是搭那个一样的，就是。杏色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蛮好看的，而且秋天都很适合穿这种。就是其实这样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只要配毛衣外套也蛮好看，可是现在有点太热了。然后，我就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外搭来搭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先选衬衫，因为牛仔外套。就是我怕大家会觉得还是太热，这几天其实有点凉，可是今天开始又很热，对，晚上都很凉了。然后我身上这件是做 A 字的感觉，很可爱，其实蛮宽松。然后我特别选了那个就是凉鞋，我觉得这样好像看起来会脚会更长，但其实如果你也可以把它扎进去这样子，像套装的感觉，然后还有口袋，对，我觉得这套很寒欸。就是很弹气，这个颜色很好看，对，很好看。就是我特别选的啦，棉麻色，我自己喜欢。然后它的裤子里面还有做内里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太透，对。然后它的口袋是这样大口袋的感觉，侧开拉链，对。这个背心长度很可以，这个背心搭牛仔裤我也觉得很 OK。对啊，百搭。就是不要穿的话，我手臂就是。比较露一点，所以我还是会搭一个衬衫或者牛仔外套，就是比较简单式的版型，觉得很百搭。嗯、然后其实如果因为我戴了帽子，是觉得说可以出去玩的造型，但是如果你在办公室的话，其实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。
可能也，而且这样这套应该也可以穿去上班吧？你们应该不用穿衬衫啦，我穿这件是穿 S 号的，对，就是我就是脚比较比手臂细，所以不能露出手臂来。对，有其他颜色吗？有，有吧，好像有吧，有吧，其他颜色。穿我们家的背心，小胸女都太宽，什么意思？做背心太大件的意思哦， oh, 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这件我也觉得它是比较宽松的。可是我觉得背我们好像，如果穿很紧的，是不是就要那种比较合身就比较辣一点款式？对。可是像这种可爱的，如果你穿很紧很奇怪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绣花如果穿超紧的话，应该是有些都是故意故意设计比较宽松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商品尺寸，如果胸围大概是46以上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比较偏大一点。对，然后其实像我身上这个，我其实穿起来它这边还是空空的。对，就是故意做宽松，松松的感觉，不要穿的那种就是很合，因为太紧会很背的感觉吧。啊、就是我觉得这套还蛮好看的，而且还蛮显瘦的。对、啊、就是腿会看起来蛮细，就是你搭小白鞋也可以，然后你要搭这种凉鞋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大家想要腿看起来比较长，嗯，背心很舒服。我讲完了，好啊，我没有下一套，因为我是从位置上站起来，因为我今天我换了我本来是穿这个黄色背心，哦对对，你早上是穿黄色背心，这个、然后我后来又换了这个，就是说我就蛮喜欢这个颜色。腋下这边太空太大一片，其实我觉得不会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宽松一点比较舒服，就是一定要里面一定要再穿小可爱了。对，然后背面。背面就是素的对，背面里面穿我穿平口背心，对，嗯，好，好，下一位，连身裤，你们两个好像可以一起，都紫色系，紫色，对。刚有人问那个连身裤会不会卡裆，不会，超舒服，超宽。哎，我刚刚这样很不同 style， 不会就紫色了，很可爱，我要戴个帽子，好，你戴，我好像戴个帽子刚好。嗯就一个是入秋，一个还在夏天，这样。对，我现在好像还是夏天。那你先介绍好了。先，我这件连身裤呢，它算什么质量？它算是棉麻的，对，所以它其实还蛮舒服的，然后又蛮凉爽。重点是它是宽裤，就是任何身形的女孩子也可以穿。它有分尺寸吗？它有分？应该，我看一下。有分尺寸，像穿是 S 号，我是穿 S 号的，但它还是蛮宽松的，所以其实通常任何大概中码的女生也都可以穿这个。你说 M 号的话，应该也可以穿 S。对，你平常是穿 S 还是 M？ S。S 号。嗯。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比较宽一点。对。对。那腰围会是合身吗？你穿腰围是？不会，还好。不会。就是正常范围，不会就是这样很紧或很。就它是顺的下来，它是顺直筒，算是直筒的剪裁，然后也不会当裤裆的问题。我觉得连身裤最怕是裤裆的问题，但它还蛮蛮舒服的。嗯，哎，就是你的脚都可以。你是几公分呢、啊？164，大概穿到脚踝，对，以上，脚踝以上，脚踝以上，大概九就是八分的吧，是八分的吧？算。对啊，差不多八分，差不多八分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紫色很可爱、欸。如果我穿的话，我是158，我可能会到脚踝，应该到脚踝。所以矮个我不知道你说的矮个是几公分？矮个是要多？对 ，Ruby 这样子可以吗？Ruby 穿应该会变落地裤，我可能会落地哦。落地，如果落地，它就折一下。对啊，对，或是反折，反折好像，或是搭那个球鞋厚一点的球鞋好像也可以。嗯，好。外套就是上礼拜的，外套是上礼拜的蓬蓬袖的牛仔外套，比较可爱一点。嗯，153公分。它的颜色是白色，还有白色的，白色很可爱哎、欸。对，白色搭牛仔色也是。这件应该是雅雅的，我觉得。我也本来想穿白色，但我怕我很可爱。私密的那个会太明显。哦。对，如果白色的话，可能就要搭。那个浅色系的内搭155以下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觉得这款是雅雅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。好，我看一下它会不会透啊，到底其实它蛮厚的，它里面有内里耶，它有内里哦，对吧，大家看看应该是还好吧，就是可能还是要穿浅色的，有够棒。
它是里面有内里哦，我看一下。对，没错，它是里面有内里，所以白色的话其实它是有两层的。那你单通常穿浅色的话是不太会透的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材质很舒服。而且我们是高光下，哎，应该是还好。嗯，对啊。我们这边只有 S 号，所以没有 M 号可以看。小子女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请雅雅穿，然后再让你们看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版型其实算连身裤蛮显瘦的。对啊，对，这边不会很，就是蛮显。因为它是应该是直筒的下来，直筒下来的。160可以啊，完全可以。嗯，很可爱。这边扭结是可以拆的吧？应该是可以自己绑。我刚刚自己绑的，就是它可以这样。其实你可以绑这样子就好，就是可以绑一个结就好，是不是？对，就你绑一个，绑一个结就不会这么的。但因为你知道我上半身就是没那么丰满，所以会比较空。哦，这是一个小巧思，绑两个结，好像有哎、欸，有有有，就是你要不要碰的，有好像有抓皱的感觉，有。有人是大胸部女生应该也可以穿。有人说可以搭搭看这周的牛仔外套吗？你要搭搭看吗？一选。好像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这颜色比较深。我觉得这件如果你要搭这周牛仔外套，可能要配白色的，对，就白色的连身裤，因为它这两件都颜色都比较深一点，看起来会比较混。对对，白色应该比较好搭这件。嗯、这周牛仔尺寸应该是只有 one size 吧？看一下，我记得好像只有 one size。S 号哎、欸，它有应该是有分尺寸。外套现在是穿 S 号，它是算是比较宽松一点的版型。嗯，牛仔外套推荐哪一款？嗯，我觉得 是每个人喜欢都不一样，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。那像这一半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这款的话就是比较休闲，我觉得带一点比较帅气的感觉。我喜欢最短的那个。然后 Ruby 小织女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那个、她是喜欢上礼拜。在上礼拜的、哦、刷破有破的、那個、有刷破的牛仔外套、嗯、Ruby 是推荐上上礼拜的。对，那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其实可以去点我们的外套的分类，对、啊、应该都会跑出来。嗯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应该都不一样。对，好，那我换我来示范这件。这件只有一色哎、欸，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，就是黑色系。我的帽子嘞，哦，它只有一色，对，它这件好像只有一色哎，那我是觉得好像可以这样搭，不行，这样太春夏了，我必须要以身作则，不必好吧？那然后我来穿那个这次卖很好的花瓣裙，就是大家应该都很喜欢这次的，这边有很像，我有看到诗涵穿那个绿色，我觉得很韩哎。他是他每次拍穿他都很好，对啊，真的，然后不露脸，然后就可以卖很好，真的好像不错。然后紫色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黑色点点配紫色很可爱。你看我不小心挑到紫色，微复古感。其实这件你不管下半身配什么颜色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就是如果你配绿色也可以，或是配米色，米色一定可以，或是配紫色这种很激烈的颜色，这个上衣你去配任何颜色都可以，因为它就是黑白底，然后加黑点点，所以我觉得很好搭。花瓣那边会不会外翻？就是问到一个重点了。不会，它很深哎、欸。我觉得，因为它的它是这样，它是以我们之前前几个礼拜的裙子它来讲、嗯，我觉得它是算比较厚一点的，嗯、就是比较挺的布料，比较挺，是有一点算是对，就是蛮厚的。对，它是比较挺的那一种，嗯。而且我穿的话，腰围是刚刚好的，就是刚好 A 字裙的剪裁，然后侧面看就是高腰的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会很瘦，很显瘦，有夹比基尼的感觉。它后面有拉链哦，它是开拉链的。我觉得这件裙子穿起来也是显瘦的。上衣它是短版，就是它其实是短版。裙子会皱吗？裙子哦，我看一下、啊、多多少少会啦，但只是因为它的版型比较挺一点，所以我觉得不会到那种非常之皱。它的版型真的蛮挺的，对，它是比较挺的，好像还好哎，因为它比较厚一点，对，就是会有一点痕迹啊，但是就是不会的，好像就可以。它
它真的是蛮厚的材质，很特别的上衣。其实我们出蛮多类似这种，对，假两件，这种假两件的，对，假款式，然后就是这边有绑扭结，没错的造型。然后这款是我是觉得还蛮好搭配的。哦，萝莉穿了一件很亮眼的颜色，哇哇！衣服长度到哪里？就是很短哦，就是如果我扎高腰的话，我会有一点，就是会跑出来。它其实真的算蛮短的、啊，就是它其实应该是设计不用扎。对啊，你配牛仔裤直接这样穿下去就可以。那是因为我裙子的长高度其实是高腰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扎一点进去，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好。没错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位，我去换下一套。好，换萝莉。裤裙款，哪一种裤裙款啊？好可爱哦。很可爱哦。对啊，很可爱。就今年好像很流行点点呢、欸。哪个？裙子。点，对啊，裙子，点点系列的。只有两个色，它还蛮舒服，因为后面是做有弹性。啊，它对面后面是做松紧的。对，它可以拉到这么大。看起来很舒服，超舒服的。它可以拉这么大，它有分尺寸吗？应该是有，裙子应该是有分尺寸。而且它其实它的长度，我觉得这就是刚刚就是很多那种小资女可以穿的，没错，小资女也可以穿。就是、穿就是长度应该要这样刚好。就它是做两边不对称的，就是一边比较短，一边比较长，对，就是很修饰。对，外面好像都是出那种量长的，对。它这个裙摆是做很同的，就是要点造型的感觉。就我还蛮喜欢这个上衣。这上衣是这一半的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真假、嗯？我现在立刻来看。它其实很多颜色。它跟我想象中的材质不一样哎、欸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觉得它超舒服的耶，它现在有点微凉的可以穿。而且它后面好可爱哦，不对称裙子就是好看，而且很显腿长啊。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这样。对，就拉旁边看腿比较长。对，看起来腿比较长。我来看一下这件上衣，其实这样也蛮适合出去玩的，戴个草帽的话。而且最近真的是要变天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购入一些长袖的东西。没错。它还蛮薄，它是一个算有点莱卡棉的那个料子。哦，那已经很舒服哎、欸。对。还想看上衣的别色。上衣的别色吗？好。对。我暂时离开一下，我去帮你拿。对对对。它的话，它叫后开叉泡泡袖造型上衣，它有四个颜色。上衣不会厚哎、欸。不是，针织的话现在可能就比较穿不到，但是它棉的话就是还蛮舒服的。看一下，对啊，它像是那种粉，叫什么，就是比较不会俗气的那种粉桃色。啊，它来了，它来了。不必来了，他们以为会好，他们以为会很厚，但其实没有。它看起来很像大雪梯，但其实不是。它比大雪梯再薄一点，对，现在这个天气就可以，就可以入手。没错。它的其他三色是这个，是太亮了，懂吗？看到，点跳暗一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它的那个侧开叉很可爱，后面啦，后面，对啊。就是女生夏天不是穿直接穿小可爱，对对对对，可以露出来，很可爱。上面的小可爱，我今天刚好我就穿小可爱，所以就小小型织工的，不错了。对，我觉得这好。然后它也是做蓬袖的，这个点点上衣其实三色的也都可以搭，所以其实你不一定要搭。所以点点裙其实好像蛮好搭的、欸。对，好颜色。有人问说推哪一个颜色？你最喜欢哪一个颜色？我最喜欢我身上的颜色。因为白跟黑就是很基本的款式基本色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挑战一点不同的颜色。而且这个好像有点葡萄紫的颜色，蛮显白的、欸、其实。韩剧里面。对对对对，欧尼的颜色。而且他刚一走出来，我就觉得哇，超亮眼的，而且气色看起来很好。欧尼的颜色。
你们想当欧尼的话就而且你这样搭鱼尾裙，我也觉得很欧尼，因为欧尼好像都穿对这种，而且比较修身的感觉。而且它这是鱼尾裙是雪纺，因为我之前记得莉莉也有出过，但是那个更合身。就如果你怕太合身的话，其实这件版型我觉得算是舒适的感觉。嗯，而且你那天不是穿反吗？穿侧边还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像也可以。你说这个移到这边？对，你那天不是穿侧了？没有吧？是他穿正了吧？还是他本来要怎么样？他是要侧的、啊。哦，它是要原本是要侧的，可是它的那个松紧带在后面，对，松紧带在后面，它这样。哦，侧，它原本要侧。你刚刚没讲都没发现，都好看。对啊，它其实这个不规则，反正就要盖住腰围，就是什么都可以这样穿。这样搭真的还好像就是秋冬好像也可以这样穿。对，嗯，好，那你还有一套吗？我还有一套，啊、哦，还有一套，我这个是最后一套。哦，你穿最后一套。对。最喜欢这样子穿，粉红色的针织衫，很可爱、欸。我刚从这边留不见。是啊，对，因为我刚刚正好穿了这件。你刚刚要拿这个针织衫啊？没错，我拿了。你有拿过来了？有，也是我们这周排行榜前五名的商品。哇，好可爱、欸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这洋装怎么？感觉就是隐藏版，因为这洋装竟然在最后一页。这洋装是这礼拜的，是这礼拜的、啊。哇！因为我觉得这个洋装那时候我看，我就觉得这个洋装的碎花我。因为我跟你说，这佩仪就是喜欢这种浪漫衣。对，但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最近的穿搭其实还蛮帅。对你最近很不浪漫。帅啊、就是！你最近不浪漫。要一点。对。上衣会透吗？会。会。上衣会透。对。就是你里面要内搭。那个 bra T 哦，因为它是透肤的哦，而且我觉得佩仪搭这个洋装超烧，就是很想、看着就很想买。对，然后我先介绍其他颜色好了，因为 Ruby 像好像就拿，好像还有个杏色，杏色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杏色不是你穿的是粉红色，杏色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是可可色，可可色我觉得很好看，很可爱、欸，就是比较成熟一点，然后粉色就是这样。我看小姨穿，她是搭那个粉红色点点裙，哦、也很可爱。粉色配粉色的点点裙也可以，然后这是绿色，很显白的绿色，可可粉色跟绿色。小个子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就会变成袖子更长嘛。小个子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小个子一定可以，就是你看你要把它扎进去还是怎么样？嗯。肩带可以调吗？肩带不行吗？我看看，杜比，你帮我看看肩带可以调。肩带不能哦。肩带这只有一个颜色吗？洋装有两个颜色，还有一个深，还有一个是宝蓝色。嗯，然后，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、啊。我先站远一点给他。每个颜色都很美。Peggy 推什么颜色？什么哪个颜色？上衣。上衣吗？粉红色吧。最喜欢粉红色。没有，应该不是。我想一下，我最近变了。我应该会推可可色，你就挑你喜欢的就好了。可可色啦，因为我觉得粉红色搭这件很好看。对啊，洋装长度在哪里？它肩带不可以调，然后后面，因为我刚原本是想要单穿两个，但是因为它做的实在是太低了，它应该不是做给单穿用的，它应该是要做内搭的。对，它就是这边开叉，然后这边低胸太低了，所以洋装是没有办法单穿的，它就是一定要内搭。一定要内搭里面的上衣，或是你搭平口的 bra T 或是小可爱就可以内搭，但是它会很露。跟你们讲，它这边有侧很露。然后，白色不会透，因为它里面有内里，有做内里裙，所以应该是不会透。后面其实也是做 V 领，对，应该没有穿反。而且我觉得它那个 Peggy 还搭了一个长的耳环，也很美。耳环是之后的新品。审美，耳环是之后的新品哦。因为我自己默默在笑，因为我很喜欢这只耳环。我跟你说，是我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好，洋装会显胖吗？我觉得可能，我觉得它是做宽的，但我觉得它的宽是看得出来是洋装故意宽的。对啊，因为它其实也不是做，它也没有做有腰身。对。如果你要有腰身，可能就不能选这一款。对。因为它就是穿得很舒适，然后直筒的感觉。没错。嗯。好，我是158公分了，大概到这个位置，我很喜欢的长度。
什么都很喜欢，见一个说一个。好啊，好，反正佩仪已经最后一套了，我最后一套了，对，我可以帮你 cue。哎、欸，我刚有穿这件。这件你穿这件也很美、欸，我是穿绿色的，然后现在萝莉是示范蓝色的，天蓝色的仙女，但感觉不同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感觉超不一样的、欸，好像很有气，就是很更有气，很气，对，更有气质。嗯，绿色我刚还配了牛仔外套，好像有一点想要硬要有气质，又有一点想要就是小清新，对，小清新的感觉，小清新，对对对。嗯，它这是算什么？水它算是天蓝色，嗯，而且它其实也可以不用绑着，就是你不要啊，对，你不要绑可以绑，就是它这样也蛮好看的、欸、你哦，不要绑好像比较好看、欸、你不要绑好像比较可爱，对 对, 對，你不要绑好像可爱，但是我刚不绑好像会我会我也不知道，算了，我不要讲了。它比较小只，对，我觉得高的好像比较可以不用绑。对，笑死。嗯，蓝，然后肩带是可以调的，我看一下，它应该是没有固定的。这边是可以调整的肩带，这边是细肩带，是可以自己绑的。哦，所以就是应该是可以啦，因为我不好意思把它拆开，我怕它等一下掉下来，应该是可以。可以调整高度，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你里面要搭衣服，你就把它调低一点，就一下就不会卡住里面的衣服了。嗯，我觉得它穿蓝色很好看，我也觉得，对啊，很显，而且跟它耳环也很搭、欸，又是耳环，跟它耳环又去换另外一个新的耳环，没有了。好，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今天差不多讲，明天没有新品哦、喔，嗯，没有，嗯，但礼拜四会有一个。小秘密，什么秘密啊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是不告诉、欸哦？反正礼拜四会有小秘密、就是。对，礼拜四，礼拜四。好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你是几公分？164哦，还是164公分？希望以后可以做有腰身的洋装。有啊 ，Lily 有 Lily 的 Lily 的洋装都是有腰身、嗯，而且 Lily 的洋装其实都还蛮合身的。没错，就是如果你喜欢合身的话就可以。好。洋装的侧边低就不会卡内搭的，对，他就是故意做，应该是故意做内搭，对、啊，他应该是就是要做内搭的。那官网可能是搭配 T 恤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搭针织衫也很好看。没错，大家可以期待礼拜四。他怎么都知道，我怎么都知道？我等一下期待礼拜四。好，好，那大家赶快分享直播加分享就可以碎花洋装，刚才的短袖的碎花洋装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咯，拜拜，拜拜。